日头一日啊，时过一时啊，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嘛。人人呢，爱好好把握啊，看看佛陀不断提醒啊，咱人人内心烦恼啊，下无穷无尽，烦恼非常的迷失啊，心下烦恼有起伫呀无？人人则家己会当知呀，佛陀都甲咱讲了真多方法啦，来下功夫去除烦恼。开始的时呢，咱就是爱下三无六行，那就是戒定慧。咱人人啊，既然发心嘛，入佛门啦。在家有在家的戒律，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啦。咱啊，人人修好本分啦，修好归戒。自然，咱的心嘛，就家己自我节制。在家人，伊有日常生活。家庭伦理、社会规则等等，也是爱的。这个戒，自然呢，伊啊，修好伊自己在家居住的本分，也咱出家生活的丛林的内底，咱会素。为己，咱的日常生活、待人接物、行住坐卧等等，咱是不是将咱的内心啊，用清净的心来面对着事事物物、人人我我、是是非非。咱伫这种的环境中啊，是毋是内心有自知，把家己的心修好以后，啊，要修什么呢？修德啊，自知，因为内底的心嘛、啊，人看袂到，唯有咱家己烦恼呢，是真迷失，所以定阿讲。百万四千烦恼，诸定罗门。烦恼业门啊，有遮尼遮多呢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开始啦。第一，爱赶紧呢，三学戒定慧。戒定慧呐，修得好啦，自然呢，咱就会当破。见思行，咱不是一直在讲过去啦。在佛陀要讲经的时候，啊，法华会上参加的人众啊，真多，开始积累了，啊，来参加的人的名，哦，真多哦，人。有万两千人的比丘大阿罗汉啊，有这么多呢？当然后面还有啊，还有真多的菩萨众，所以呢，干那对阿罗汉啊、比丘以及阿罗汉，这些人呢已经自了已尽无惑烦恼啊，太。毅力哟，尽诸忧结，心得自在。其实呢，短短这几句啦，就已经呢，来教育咱出家啊，必修，或者是罗汉，必定爱经过了这个三不六行，
破敌见殊形，这见殊形的微细的烦恼足多，咱必定爱破敌。有时阵啊，发一个心嘛，除掉了一分的烦恼啊，有时呢，真紧啊，漏掉去，那安尼呢，咱的慧命啊，又是搁再减失去咯。所以讲起来，戒定慧叫做三无六行，你若有戒、有定、有智慧啦，自然烦恼呢，拢总去除，自然慧命才会当安定落来，吼，才会当不断成长起来。这呢，安尼开始啦，咱就爱发大心。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人说，我们要发大心吗？在这个佛法会上，佛陀已经呢就开始啊，要转孝为大呀。啊，在咧鼓励人人讲啊，啊，恁爱自留意见呐，啊，甚至呢太得机理咯，那就是先保养啦。也就是讲，你会看你呢承担嘛，如来的家业，意思呢就是爱讲，恁爱个进步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爱转孝为大，咱的慧命成长啦，咱都爱发大心，内心的烦恼去除，咱就开始呢修德。因为咱内心啊有修有德啊，所以咱的德相行为呢，才会当伫个外面，会当他通利大众啊。所以这德嘛是爱从三无六行开始，心德自在者，即以戒定慧的力量来修习。正常咱的心合一修得圆满，咱心若无自在，无表示呢，咱修的得圆满啊，咱必定爱到家咱当中真自在，安尼呢，迄个时阵则是修得圆满哦。啊，这修得那圆满啊，进出呢？都真自在，不是讲哦，啊修行，我都甲外面的缘拢断啊，啊我都修我家己的啊，各位，万一那是甲外面的缘接触的事，咱是不是会搁再浮现出了咱的烦恼也无？不是无爱插人，哦，我家己自修我家己，那。甲人斗阵，啊有遮侪烦恼，啊我就遮个代志无爱做，甲放下，遐个代志我拢无要插。那安尼呢？我自修我家己，安尼就是叫做一定自在，唔是啊？咱必定爱立人群中，立人群中，咱心自在。咱伫真清净的所在，咱心嘛真平静，所以时时进出啦，不管是伫人群或者是立群处众，咱听听拢是真自在。阿、啊、你的心境呢，则是真正高达一真清净迄、那个境界。所以呢，这个修德就是把咱的心境走入迄个寂静，什么款的环境都无来影响咱的心，安尼叫做出
立主宰，这就是盖定会的人。主宰啦，咱必定的爱了解真俗二体。真体的道理呢，就是出世的精神。咱必定的爱有圣人出世精神，迄、那个道理。所以呢，真体就是真理实际，迄、那个真正道理啦，内面呢的意义叫做真体。也就是呢，性质所见的实义，也就是有出世精神啊，已经呢，甲这个世俗的一切无牵挂。但是呢，甲世俗无牵挂，唔过呢，哎，大慈大悲，悯念众生，这种世俗的业力，所以嘛，都爱个了解俗。所以呢，俗体啦，就是世俗真实的意义。人，你搁在立人群啊，你若无了解世间法啦，咱哪有法度呢？那应机祷告呢？所以必定爱真俗二体，拢爱了解，唔只是了解。圣人所体会到的真理，一切凡夫事，咱嘛拢爱了解呀。所以讲起来，这叫做真俗二体，叫做真体俗体。做世间事啊，都爱立人群啊，真体呢，都是伫人群中解脱，这叫做真体吼、哦。所以出世的精神，立世的志业，这呢，还叫做发大心。第一爱先修好咱家己的心，然后呢，咱才会当立群众中去，安尼。了知无结无缚，心得解脱，真体俗体，咱拢总真透彻了解啦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心呐都袂受着夹啦，白掉了哦。所以啊，这真俗二体啦，咱原来爱用心，那会当安尼呢，慧力。主宰用咱的戒定慧的力量呢，和咱的心会当通真正的坚定主宰。那、啊、这就是咱人人啊，爱用功，真如实相的本来主宰。这敢是常常安尼讲过去吗？人人啊，都依佛懂得真如实相的嘞。只是呢，咱敢那一念的无明起啦，所以啊，沿着外面的境界呢，不断的复制烦恼，已经复制到现在呢，啊，迷失烦恼不断颠罗，也烦恼想看，偌尼真辛苦啊！本来咱人人呢，都是有。如来的本性啊，那本来就是主宰啦。只是呢，这个六个结，六就是烦恼啊，结呢就是执着啊。
这种的烦恼执着啦，甲咱拔掉咧吼，覆盖这当中呢，那大家人会了解啦，那就是了结已尽咯吼。其实，咱本来都只清净之事呢，咱去接受外面的境界来污染咱的心，也那无呢？本来自在之相，全体显现。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，真理呢，绝对无离开咱的心。真理呢，嘛无离开咱生活的周围呀。只是呢，咱去和这个烦恼、六结，把咱压扛着，把咱绑着，和咱不得自在，不得自由。现在呢，咱所爱讲的，这些拢总是相随众，佛陀去到倒位呢，在出家众都是在佛的身边哦，时时听佛说法啦，所以应该呢，这些拢总是诸流已尽呐，无惑烦恼哦，太得机理呀。尽自由结，心得自在，心拢清净啦。偌多啊，万二千人，即在出家、比丘、甲阿罗汉，伫迄个现场呢，数字有万二千人哦，即正面的文呐，咱拢知影吼。要定如啊，点点滴滴念起吼，恁那咧念佛话经啊，都会当念出了呢，真多比丘、阿罗汉的名称出来。其实呢，也嘛是干呐，大约几的几位比较呢，人捌的人吼，啊，遐个人差不多呢，拢是。在这个万二千人的比丘众中啊，差不多人人拢有熟悉，因为呢，有伊的长处啊，而且呢，相随在佛的身边啊，所以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，当然是真多，其中几例。滚吼啊！因个人啊，有个人诶啊，长处都假所讲，自了已尽，一直到个心得自在，这都是咧表示，这个人种啊，拢已经咧正果啊，唔是讲吼，万两千人拢总人人已经正得。自了已尽，不一定是安尼。不过呢，在经文所记录出来呢，这种已经呢心清净啦。数字呢，那就是宁静，会当来证明哈、哦。啊，在这个所在有偌济人，就亲像讲，咱那是要开会啦，啊，拢嘛是爱签名。啥人啥人有够无？甲安尼意思共款，表示这个大会，遮个人拢有来参加，所以呢，都爱记得遮个人的名称出来吼。所以这叫做宁静。啊，遮个人呢，所证都是佛陀所说的教法，伊拢纳收入来。这个法是我所证的，吼、哦，我知影，我了解，吼、哦。那这个大会呢，啊，我有参加，
在这个大会的内底，所以灵数啦合一吼，所以才举出这么多人的名。请人记真多，无法度一一呢，把遐个名拢列出来。所以简单呐、啊，列出了21个人的名，然后每一个呢都有伊的特色。每一个人其中都是该记一项的长处出来，亲像夏立芬呢，夏立芬伊都是。地位第一，那穆建莲呢？他是神通第一哈。那偶然一旦听进了佛陀向每一个人所讲的法，所以伊是文法第一啦，叫做多闻第一啦。亲像安尼啦，果然在圣文呐，安尼一一该列举出来有字。十一位的比丘上首大地主啊，的名，各位，咱应该爱了解吼，学佛啊，上重要的都是爱甲咱的法入心呐、啊，真正入心了后呢，才有法度甲德行显现出来吼，那才会当出群入众。不管的是真俗之体啦，出世的精神、入世的法，咱拢爱了解吼、哦。那对学佛、学法，咱爱认真三无六行呢，对咱修行才是偌重要呢。咱若会当戒定慧，才会当破见思行，咱的慧命才会当安稳呐、啊。发大心呐、啊，咱才会当如咱的愿吼、哦。所以人人学佛啊，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啊。